三年前，蔡英文推出三只猪仔囝的小额捐款活动，受到支持者热烈的响应。因为钱东仔真够水，予支持者摕去收藏。这次蔡英文竞选总部发起旧猪换新猪的活动，所以我们举办这个活动，就是希望乡亲朋友们，你将这个这个小猪的铺满，能够来送回来我们的这个竞选总部，然后我们会用这个马卡龙的这个小猪呢送给我们这些乡亲朋友们，我们大家哈共同来珍惜咱这种非常珍贵的一个感情。为着要让小民众支持蔡英文的热情，这次竞选总部推出三台猪仔造型的车辆，将这种馆内巡回来发送猪仔囝的纸单啊。并且提供民众兑换限量版的钱袋啊！我们今天哦，三只小猪的车子哦，我们巡回到斗六、斗南，还有虎尾跟北港哈、哦。那今天所有的小猪哦，欢迎所有的乡亲，如果你之前有拿到小猪的话，那今天我们都欢迎回娘家哈、哦。那如果你提供一只小猪的话，那我们就会有一个马卡龙小猪当纪念品哈、哦，让你换回去。虽然民众真热情，不过竞选总部嘛提醒民众。响应小额捐款的活动必须要合法，那无就白白浪费。咱这小猪吼，就是讲未使超过一万块啦，吼大家大概用目测都可以测得出来，因为如果超过一万块的话，就必须要去具名的哈。那同时啦哈，包括慈善团体啦哈这个宗教团体也都不能够来捐款。那么未满二十岁的乡亲呢，也不能够捐款，这个都是我们遵守完全遵守政治献金法相关的规定来办理。今仔日真侪支持者就把握机会，摕旧猪来换新猪，希望团结大家小小的力量，帮助蔡英文来打赢这次的总统大选。蔡英文斗胜，老建国斗胜，老建国斗胜，苏迪芬斗胜，苏迪芬斗胜。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。